还没有线下不减肥，有线下在减肥。抽完了没有啊？还在过审呢，等一下呀。看看新皮肤，眼睛怎么了？眼睛怎么了？眼睛洗澡，每次洗完澡就这样啊。咱们看一下新皮肤上线了什么的啊？我这个号应该没有下，昨天玩的还是自己的号，自己的主播号可能打了。感谢双双带飞，谢谢双双带飞的热气球，谢谢。可以带你吗？就别了吧。单排不好吗？啊，上新皮肤，我们那还在游戏更新呢，兄弟们，我们在游戏更新。等一手，眼睛真的好红啊！我看不到这个镜头里面，我眼睛到底有多红啊？应该还好吧？每次洗完澡都差不多这德行啊。你是不是哭了？惭愧呀！哎呀，本来每天七点半直播的，结果这一下迟到了，差不多16分钟，惭愧的流出了眼泪，眼睛里面有点血丝。没办法，兄弟们，双击点点赞，助力主播再哭一下。谢谢用户97172023，谢谢你，感谢30太阳，谢谢你。你耳机，那等一下嘛，我们一般开播先抽这个平板电脑，没有门槛的，兄弟们参加一下。哎，这更新的可真慢呢，剩余时间大约30分钟，有没有搞错？青燕无极，感谢 Goku， 谢谢你的跑车。哎，有新皮肤用吗？不知道，要上了才知道。就这么尬聊吗？这不在等更新吗？那有什么办法呢？你的网速无敌了，还好了。双击点点赞，左上角这个福袋是咱们的平板电脑啊，大家可以参与一下，好吧？参与一下。抽手机，后面再连着抽嘛。平板、耳机 ，OK。诸葛亮改了，能不能玩一下？等一下嘛。我们今天把改的东西都玩一下呗。什么？这个歌这么带感？哎，这歌挺好听的呀，我要去搜一下再放一遍，我要细细品味一下，这个歌是我喜欢的风格。可以啊，这个歌挺好听的呀。这歌叫啥来着？有没有韩信的无双皮？我们看一下发了没有？发了啊，发了这个发了上官婉儿体验群星魔术。上官婉儿穿越宇宙，点亮繁星，群星魔术团登场。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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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进了皮肤，一个人的故乡该去哪里寻找？过去不必缅怀，未来终将改变。哈哈哈哈哈哈哈！进！虽然我不会玩，关羽的皮肤。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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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羽的皮肤，夏雨的皮肤，
我命由我。哎，你这也太素了吧！好好好好好。可以了呀，给了个上官婉儿的皮肤体验。上官婉儿，上官婉儿静，还给了个关羽还有项羽四张体验，好吧，先感受一下。没韩信吗？韩信没发呀，韩信没发呀，这歌蛮好听的。是的，请选择你的分路。这一季的五五开黑主题曲，这应该是五五开黑的主题曲吧，感觉出来 挺好的。左上角福袋，兄弟们赶紧参与啊，赶紧参与，上官的可以买了是吗？把这个先搬了。大半年没玩游戏，游戏变化挺大的，其实还好，都差不多。你现在玩跟之前玩一样，上来总是要连跪的，哎，先让你爽两把，然后再折磨你。有什么区别呢？是吧？谢谢双双带飞啊，感谢感谢。钻石三连跪，服了。把冰红茶拿过来。双击点点赞，赶紧的，好不好？参与平板抽奖，这个。这个赛季不好打，哪个赛季好打过呢？问题是，谢谢夕颜，感谢悠悠不开心。平板我们抽了一个，这个弄完了后给大家直接抽耳机了吧，是吧？这弄完给大家抽个耳机，好吧？昨天兄弟们应该是还是很多人看到了啊，这个耳机还不错啊，给大家抽一下。横过来为啥不是全屏？它差不多覆盖了一整个局面吧。感谢中介无风，谢谢悠悠不开心。你喜不喜欢这个耳机啊？你要不着急抽，为啥？华为的手表。他耳机新上了嘛，就给大家弄了一下，不好弄啊，耳机不好弄啊，你们手表，哦，先把这一把拿下来吧，我们体验一下这个婉儿的新皮肤啊，婉儿新皮肤，记住出门先买魔抗，先买魔抗啊，那耳机需不需要我拆啊？不需要我拆了吧？不需要我拆，我就直接抽了。兄弟们家人们，给个准信，不需要我猜吧，他恶心我呀这小子。我们辅助在哪儿呢？现在这个都开始用很多，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这个发育路都开始不，有的时候不玩射手了，都拿司空震去打，很猛啊。这皮肤感觉怎么样啊？看着还行。
这没大吧应该。再见了，哎呦，这他都活下来了，可以，居然是个急走流程。这一炮装一下，哎呀，可惜了。我们把这个冰箱都吃了，然后再等一等。下路没办法帮啊，没到四级帮不了，到四级我助下路攻他。来，还差一下，就反手给个大，等一手，马上有四级了。这个冰吃的那一瞬间，说不定能宰他。去下路直接飞他了，满血稍微有点压力。发起进攻，真诚的心从不在乎舞台大小。选择刹车上天，最后一下没有浪费是吧，没有急于上天，而是等待一个有缘人过来是吧。啊，大大一大大哇，杀一下，然后啊，技能从身体上划过的那一刹那，我的上天他就爆炸，没毛病吧，老上官婉儿就这样玩。居然会刹车啊，这不是机操吗？难道你真的不知道我是国服第四期上官小婉儿吗？家里的给你啊，这么好吗？我其实没想要了，老哥，哎，你真好啊。哎呀，讨厌！去下路再搞一波，发起进攻。哎呀，气不气？喜欢往前压，这个上官婉儿，你压一波死一波呀！再往中路走，二大大一大大，四下上天，注意躲他的一，二一技能碰撞回血。买装备，蓝 buff 看他们还打不打。这个赵云格局很大呀，他会玩吗？好吧，我都不觉得他会让这个蓝 buff 给我的。我们二大大二一大大大，这就是刹车的力量，好吧？在绝境中完全不慌，好吧？每一波踩了都能回血。我假如有狂暴的话，这两个人都嘎了。啊！机操啦！技能已经好了。你记得不是三下吗？三下那个伤害不够嘛？你五下都踩完了的话，就痛嘛。你四下是必上天，对吧？谁来谁死啊？这位置，这不二一前，直接踩他脸上。二一卡位置，这兄弟还在往我脸上冲。想把我冲死，那怎么可能呢？你真的是张大仙吗？这个操作很陌生，有没有搞错？那有的英雄玩不明白，上官婉儿我还是玩得明白的呀。我也不知道逆风起笔就是这么厉害呀。好吧，然后一手拐笔上天，顿感刹车，哒哒A 二一哒哒 A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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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是吧？信手拈来，吃口药。你的操作为什么飞不起来？你玩少了，你要感觉到这个二技能什么时候能踩上去不空那儿。你这个逆风起笔第一下你就踩不到，那怎么玩吗？怎么样？你先说这个婉儿新皮肤怎么样？我觉得好像还行啊。我们选择逆风起笔啊，这一波
一波五段式刹车大啊，大 A 大一大是吧？一大 A 大啊，技能是吧？等一个兄弟过来，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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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刹车的魅力能感觉到不，老弟？跟我学起来刹车，必须会刹车啊！耳机在左上角啊，耳机在左上角，这个华为新上线的这个耳机，口红耳机啊，大家有兴趣的可以参与一下。继续刹车上天，怎么刹？二，哒哒哒，一二，惩戒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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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二一哒哒死啊！行，我选择刹着上天，懂不懂？拉他。完了，要接大是不是？我要一技能好高伤害。开始撤退，精彩的演技领先观众讨厌。怎么说？好像少了个狂暴，有点控不到，但这一波其实战略意义是一样的，因为主打一个诱惑。你看，一换几，一换三，赚了。他让我上不去啊，这波丝滑小连控。我跟你讲，我但凡有个狂暴的话，我应该是上天了。我想着我这个装备应该是能扛的，我已经躲了万千技能，我反手最经典连招啊，一前前后后前，我那个位置就无敌了。你真是不知道，在这个绝境中开狂暴啊，一前前后后前，到底有多高伤害？好吧，我必须给你拿捏一下。舍不得走，完美的配合，锁点丢技能就死了。啊，一前前后前，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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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救我，救我，大哥救我，啊救我啊我。这木子还挺肉啊，还行，我们把那个虞姬宰了，不亏。还行啊，还行，这一波打乱了他们的节奏，下一波再出一点点法强，游戏结束了，好吧。哎，完，这。啊，也行，推了个高地，小走一下，完了这一炮能躲，完，哎，再戳两下，哎，这什么什么闪现，哎，这是哎完，啊，再不要掉点了，前面你可以浪一下，像这种十分钟的时候不要浪，懂吗？十分钟的时候你就不建议你浪了，因为十分钟的时候浪就那个怎么说呢，就掉龙嘛，掉龙别人就能翻，我们尽量控制在一个这个能玩啊，但又不会被翻盘的这种局就可以了。有一点点悬念。请求集合，收到。应该不知道我在吧？哎，大哥，你看怎么进来的呀？你小子，啊，别控了啊！二一前前后后前，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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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叫二一前前后后前。二一打一下，二技能打一下，拉走位，一技能回一波血，吃口药再拉。怎么说？他还在进攻，还在进攻，我这边。啊！一技能打打打打打打没了，人呢？怎么我救他？我死的是我呀！这让我挺伤心的呀。应该能杀了。怎么随便给两拳？闪现，黄牌，浪费表情。怪我太善良。其实不用救的，还是跑去把他救了一下，拿龙吧。完美的配合，锁点亮的，请求集合。完了，有点乱了，不会被翻了吧？要发起进攻，皇上。
确定。嗯，什么意思？看着像有点打不动的样子，揍他呀！为什么要逼我操作起来呢？哦，我真的不想操作了呀。嗯，二技能，二大大，一大大，这个小脆皮没魔抗还在我脸上，我不瞬间死。大刀又好了，谁敢守这个塔？你守是吧？二大大 A 一，二大大 A 大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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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腰一波。哎，太轰大了吧？轰大吧你？不轰大，二一技能他爆炸，这二一回血压下塔吃药，等下狂暴一踩七秒钟直接送他升天，来二一 AAAA 好不好，是狂暴一开二技能大大 A 大是吧，哎这什么被锁了一下，距离不够，不理他了，直接 AGD 零了啊，稍微跟他们玩了一会儿，好吧。好、啊、那这个耳机就给大家抽了啊，耳机兄弟们啊，口红耳机，好吧，我就不拆了吧，大家是昨天已经看过了，知道是什么东西了啊，我就不拆了，大家自己拿着玩，好吧，自己拿着玩，就有点对焦对不上了，好吧，自己这个拿着玩 ，OK， 口红耳机，然后我们下一波口红耳机抽完了后，给大家来一首最精彩的 Pro 加。好吧，昨天也是兄弟等着了，等着这把这个 Pro 加给他抽了，开播三连抽，明天就是周五了啊，多快乐的日子，今天再上一天班上一天学，明天周五再上一天班上一天学就放假了，是吧，每天这个到周四就有一点点的期待，在这个期待之间呢、啊、来到我的直播间想着啊，发发弹幕看看直播，没准还能中个 Cura 70 Pro 加512G， 万一呢，万一中了呢，好吧啊，暂时嗯，星期天要上班，为什么嗯嗯嗯，好不好，这一台银色无情，银色炫光，官方用词叫什么银？光之银，光之银，好不好？祝你能中奖，准备了，家人们，这一台光之银 Pura 70，无情啊，不灵不灵不灵，玩的就是这个质感，好吧？我直播间拍起来，真像广告。就是广告里面的质感，在我直播间里面完全也能真实的感受到呀！我这个单反摄像头是有点厉害啊，有没有？啊，我就这么晃两下，是那味儿吧？嗯，好吧，直播间抽了啊！不求啥，给我点点赞，按波关注，好吗？希望你能中奖。希望你能中奖啊！就送给你了。签个字吧，万一没抽到呢，没抽到就看个乐呵嘛，是吧，多参与，也许缘分就真的到了呢，好，写上去了啊，中奖了的兄弟在直播间多待一会儿，待一会儿，然后那个到点了他那个会告诉你到底中了没有，中了的话他就直接明天就给你 发那个顺丰，就给你寄过去了啊，我们今天游戏上了几个新皮肤，我现在用体验卡给大家展示一下，刚才玩的是上官婉儿，下一把我们应该是玩谁呀、啊、玩静还是玩谁，好，感谢蹦哒哒，谢谢你的小心心，感谢各位的人气票，谢谢啊，谢谢大家粉丝灯牌，谢谢中间无风，好，谢谢钱小花，谢谢家人们一点的这个粉丝票啊，谢谢大家，蒙受魔术的那我们下一波玩镜嘛，
竟我不太会呀，我们先玩关羽行不行呢、啊、先玩关羽吧。怎么发怎么抽发弹幕抽吗？不是啊，你怎么感觉像新来的一样的？这个左上角不是有个福袋吗？那个9分25秒的，我已经把这台手机放在那个左上角那个福袋了，9分25秒的，你直接点那个福袋，然后发个点那个参与，它就相当于真的参与了，好吧？这边的，你新来的赶紧的给我点个关注啊！用的什么单反？我这个单反是索尼的，好像是的，索尼的啊。我当时还问了，我说这个单反摄像会不会太清晰了？我这个一些这脸上的这些细节都拍得很清楚啊！我在想，我早期用那个那几百块钱的那个摄像头。带点模糊，带点朦胧，但这个单反实在是拍的有点小细节了。我恨不得我这个怼近一点，我鼻子上那些黑头都能给它拍清楚。嗯。关羽。体验啊，这个。等我啊，我拿个可乐。来了，请做好准备。这个关羽怎么样？全军出击。就是还没上呢，新皮肤。与你同在。走错路了，我。收到。只要为后继者。去中路给一刀，我打的海诺。为此局弃子。这海诺不疯狂折磨我，我这能玩吗？骑马跑偏了，我的马刚上，不懂事儿。啊！哎，他在打我，不是跟打弟弟一样的。兄弟，怎么办？我感觉我走的是对的。藏你幕后的执旗者，我敢与我堂堂正正一战？敢与我堂堂正正一战？哎呀，他是怎么堂堂正正啊？我把他打死了呀！哎。他三技能推我一下，我就断马腿呀！他这真的是把我吊起来打呀！而是勇气，救我！有点歪，救我！我打不过他呀！他三技能一按我就断马腿啊！这场无穷尽的对决，以旗帜的自由。敌人消失了。敌人消失，收到。我这边出不去，都来了，都来了，摇战中路去了。只要能为后继者开拓前路，我甘愿成为此局弃子。王哥，开始撤退。我怎么感觉我的马儿有点僵硬啊？这个马像个假马一样的。开始撤退。小心草丛。好的，我四级了。
完了，兄弟以后都嘎了。唐女幕后的执旗者 ，Birdsblood， 我堂堂正正一战，打不了了，没有现权呐，我也很委屈。哎，我怎么断住了？我，哎，哎，不是，哎，我的马，看似危险的兵卒，也有望驾驭无往不利的战车。哎。我当是我前路的掌控，经典小方向键是我命运的主宰，是玩关羽的细节，好吧，小方向键来旋转，那是真的从来不断。一脚，开始撤退，这场无穷进，这什么意思啊？我这以棋子的自由告终。An ally has been slain。我断住啊。只要能为后者开拓前路，甘愿成为紫云信。哪里怕？还怕？ An enemy has been slain。小心草丛。下路，下路。藤萝，这场无穷尽的对局。你能感觉到我打他的压力吗？他们能压着我打。哎呀，这一刀居然劈不死他！我感觉他吸也吸不到，他没带电。小心草丛。就是他勾过来，他一吸，那个人硬按大招，也是走的。我这一刀下去应该不算救他，是没毛病的一刀。哎，他怎么把我技能给卡了？哎，这都行。我这一刀被他大招给带走了。离谱！唐女幕后的执旗者，完了呀！与我堂堂正正一战！完了完了完了，真的要炸了！冲天之路，一脚！由我见证。很慢的，兄弟们，挺麻烦的。我这把关羽感觉要陨落了。难道我真没有玩关羽的天赋吗？从标记点撤退。这场无穷尽的对局。大招正在冷却，我需要认真。谢谢一浅，感谢一浅。一脚，乾坤一勾，有木有？并非铠甲给予人勇气，而是勇气能披上铠甲。哎呀，真的疼！怪塔都没了，与我堂堂正正一战。怎么说？我现在都没有资格绕后吧？整个装备，只要能为后者开拓前路，请求集合，甘愿成为紫云信徒。快步快扬！哎，上路线呢？请求集合。收到。
体开始跑，开始撤退。完了，把边路线带一带吧。大招用来逃跑的，没办法呀，这个装备不能支撑我去正面开团。敌人已入侵野区。铁甲。Your 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快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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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难来了。集合进攻主宰，进的对局，发起进攻，发起进攻，请求集合。啊，这个饶还不大招，等着你呢。我等了个寂寞阵，开始撤退，收到。打不动啊，还不跑，还不跑，还不跑！完了，捅歪了啊！完了，别别啊！地震。咋搞啊这？我当时的邪路的掌控者，也是我命运的主宰。贴脸了，勾一下吧。哎呀，真的没法打呀这。蓝太肥了，感觉给他一刀没什么感觉，我服了。我们攻玩不了了呢。Your 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主宰暴君获得强化，炮车出击。五天这么多经济了，龙魔见证。上方的防御塔正在被攻击。铁甲。我感觉我绕后已经没有机会了，我绕谁呢？我就绕个小桥。六千经济，我怎么推我都推不动那个呀，那个蓝我推他就在我脸上刮我就得死啊。这完全等中锤神奇一勾了。这场无穷尽的对局以棋子的自由告终。开始撤退。甘愿成为此局弃子。凯诺打不动。黄忠装备也不好啊，只能慢慢等。这场无穷尽的对局以棋子的自由告终。冷静，我当是我前路的掌控者，也是我命运的主宰。啊，这个盾没必要吧？
哎，真无语。好兄弟，稳住。嗯。我帮高敏忙。这只能等阿忠了，要么等黄忠起来，要么等这个钟馗勾一个。无往不利的战策。我去绕后好像已经没有太多意义了。这吸了伤害灌不死了。顶了个寂寞，不顶了，没用。这场无穷尽的对局，以棋子的自由告终。我方高顶防御塔正在被攻击。这应该是浪死了。哎，确实有点难顶啊，有点歪。幕后的执旗者，何敢与我堂堂正正？开始撤退。不过好像他们这个放缓了进攻节奏，我也不知道为啥呀。好像又有一点点希望了。这操作啊，没办法，没办法，你要限量，限量，限量。这场无穷尽的对局，以棋子的自由告终。我去边路带一下，赢就算了吧，要不？赶出去打那个蓝的装备太好了，他一三技能直接把后排给扑死了。请求集合。收到。开始撤退，开始撤退。带过吧，并非铠甲给予人勇气，而是勇气。开始撤退。不敢带了，再带我怕被抓了。哎，这是好像是机会啊，杀了。开始撤退。你还不在开大招？请求集合。Double kill。可以。发起进攻。对面连续掉点了，上来还有个兵线，再带一下。收到。正在被攻击。从过去到现在，请求集合。66场胜利，从我见证耳。啊！擦擦擦擦擦擦！你肉你肉啊！你肉你真你肉！啊！擦擦擦擦擦擦！我错了，我错错错！唐某，我不想再当你回血的宝了，坏蛋！你有望驾驭无往不利的战车。An enemy has been slain。是吗？梦魇之牙都没有一个。集合，进攻暴君。收到。讨厌！好的，开始撤退。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好吧，有点尴尬，但问题不大。那个墙隔着了我一下呀，我早知道不用这个一刀砍了，我顶一下这个一技能，好像更稳一点呢。哎，等钟哥，钟哥把那个破晓一做，应该就差不多了。开始撤退。我出魔抗，算了，不出魔抗了。再出魔抗，就为了小乔，就没必要了。An ally has been slain。从过去到现在，怎么办呢？他这个新出的几个皮肤，我倒不是特别会玩呀。
哎哎，冷静，兄弟。我方高地防御塔正在被攻击。什么？发起进攻！披上铠甲。披甲。发起进攻。收到。开启万敌小鸡爪，大杀一分一技能。什么？毁灭？哎，我受不了了，这。没事吧？我觉得我们这把应该赢了。你们怎么看？他后面几个英雄都比较弱啊，看到了。完炸了！来个炮车，那个炮车再踩一脚，谢谢你。还有机会吗？是不是凉了？完了，凉了。我方水晶正在被攻击。谢清秀，谢你送出了荣耀奖杯。对抗路保护卡。算了，不玩关羽。人家的主。玩的有点乏力耶。好吧，让我来打把阿珂吧。家人们，我来干把阿珂。这阿珂明显没有我猛，好吧。一会儿九点多，我们把最好看的黑色耳机给大家这个当粉丝福利抽了啊，好吧。昨天也看够了，三集昨天，今天看了一个小时，肯定就够了啊。做一波粉丝福利，在九点钟的时候。秀起来，没毛病，打把阿珂秀起来，谢谢新兵乐，谢谢你。还发手机吗？九点钟吧，再给你发一个手机，这把打完好不好？这把打完再发台手机。韩信他没有，韩信皮肤没发我，他发的另外几个，他发了个上官婉儿、关羽、项羽，还有静，发的这四个，上官婉儿、关羽、项羽、静，韩信没发。我来打把阿珂，静就算了吧，我感觉我静玩不明白啊，静。阿珂不好玩，阿珂好玩，对面有小乔的话，阿珂还是挺好玩的呀。好，谢谢大家的这个粉丝票，谢谢谢谢，感谢一浅，谢谢这个仲剑无锋，谢谢新兵乐，谢谢爱北洛。云中君的皮肤发了吗？没有，好吧，他发的就我刚才说的那四个。是不是晚上吃太多了？晚上吃的还好啊。把谁搬了？我想一下啊。阿珂搬这个，免得我们这边都是软辅。啥呀？行。行，这是粉丝吗？搞把阿珂候选一点，让对面来两个破绽。你看，这就比较很好的破绽了。有他，我就敢选了。用这个皮肤吧，这个心源，这暗夜猫娘吧。我方挑选英雄，猫有九条命。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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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这个。浮光跃金武器，猫有九成，必须用金色的武器。买了呀，买了呀，这个金色的应该荧光的呀，好像厉害一点。收割你们的心，好吧，花了300点券买了一个武器。阿珂必学连招3A12A3A12A 行不行？之前厦门见面会要做手术的粉丝收到了我们送的周边，手术成功。欢迎来到王者荣耀。OK。敌军还有5秒到达战场，请做好准备。全军出击，奇迹再现。这一把要赢。猫只会在愿意的时候。你是哪里亮的点哪里，而不是被命令。好，认真打啊！这把抓下路应该是没毛病的。一二一二，惩戒！一二二二，一二一二，对吧？刀刀暴击，二 A 一 A A， 守到这边 A， 二 A 一 A， 找到后面一 A。A A A 一的 A A， 因为是甄姬走中，所以我们有资格去蹭一波中。没错，这是个看脸的时候。快点丢技能，丢二技能。这吃波中线真的不容易啊，大哥。给偷了个小影。再拿自己的蓝买双鞋往下路走，你这就敢进来，哎，你这打得死，你这硬耗我时间是吧，那我就揍你的队友。惩戒我用了，我们辅助要干嘛来着，有大了，搞一波，大招开起来！记得藏好那些见不得光的东西，我稍后再去。带我中路，快赶紧吃！用大招回波血。什么鬼？八戒下路一波兵不要啊，上路也不好打呀，不管了，中路没有闪，没错，卡个视野，上路他又去了，我们直接去抓下路。发起进攻，我来了，可以杀，不要害怕。发起进攻，开启大招，过去手法是二 A B A A A 惩戒 A， 他把他拉到墙上，我空技能了，没办法，巧合。那这样的话，我们顺便把他蓝区给收了啊。这个兄弟他那个在上路打太久了，我们就可以把他蓝区给收了，是吧？你这个时候如果回到自己的红区刷，相当于你不会打野了，就人家白给的破绽你没把握住，就很搞了。不慌啊，二 A
击，还有闪。走吧。没错，这是个太阳。什么意思？因为有两个大招，所以回血回挺多的。走到脸上，他应该不敢继续打了。给我压力还是很多的，咱们吃口药不着急啊，要等辅助过来帮帮忙。辅助操作一手，拍了起来。怎么说？这波打不起来，顺着刷野了，是吧？我们这边不好开的，已经这个目标达成了是吧？把他那个蓝反了，可以了。用大招，因为现在有蓝 buff 有暗影战斧，回得很快。下路这一波我是直接过去了，因为那个对面的人也下去了，我们这边直接打节奏。选择大招在这里面按，他就看不到了。二 A 一 A 站在屁股后面，不要用它，不要用它用大了。再开大招，回血，这个蓝不好进啊。我们装备优势不是很大，你这波进去容易被包。结果他把我红给反，原来如此。那这样的话，我们就直接怎么说呢？下路他要打，那这一波猪八戒已经死了，不用看了。他死了的话，我们就合理止损，把这个暴君给拿了。上路我是比较难抓的，好吧？主要技能二 A 一 A， 继续等啊，继续等。等我的蓝 buff 刷，这边硬要上了，那我这个蓝我可能先放一下了，因为已经有残血了。二 A 一 A 开大，那边过不去了，没必要了。他家有红，但这里好像那个兄弟看着我家，是我一个人，我还是想试试，试不了了，走了。他勾到我不好打。把自己压野区拿了就行了。这上面还要打，这里转了个大招，好像能转完吧，给个技能呗，开大。他这个应该要死啊，我们开惩戒快速贴到脸上，晕了我一手，大招回血吃药，不着急。猪八戒能硬扛不？大招霸体了，有细节。这里我不好打，两个人都包到后面了。再想想，买装备，大招在草里面用，看出来完了。哎，你这样包，你稍微给点压力，贴脸给技能呀，这一直在晃啥呢，大哥？这配合看得多急，算了呗，我不管了，我再过去，我感觉要把自己命给搭进去了。等不及，去下路，这波开大招，他知道我过来了，要等一下，我不能被他勾到。猪八戒这波不想打呀，这有点折腾我了。打不怎么感觉打这些人都感觉有点打不动呢？这二一技能上去打这个夏侯跟刮痧一样的。然后打那个什么百里雨神，这感觉也挺刮的。请求集合。
拿个蓝，五个这个拍到了，能杀不？一说子弹，满了没大招，怎么要炸了？可以啊，这兄弟。把他的红给反，没有红。野区吃光光，我是真的挺烦这个什么姜子牙的，他这个一技能看我一下，我是真的疼。喂，有没有搞错，大哥？还送小机步，这把打完送了。第五代暴君获得强化，炮车出击。野区放太久了，那不是队友掉点，我们就去打打别的点了吗？还好啊，这把马可比较好发挥呀、啊，对面那几个人他得靠他来杀，我杀太慢了。我先以为对面有个姜子牙，我应该乱杀这个姜子牙的，结果感觉都是八戒在乱杀他。我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好杀他，这个射手不是我的突破口。你像这种血量，我都不好意思单独上。这应该可以杀了吧？你别说这个血量，我拿不下呀。没错。太搞了呀！ Enemy rampage. 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 我血越打越多。An ally has been slain. Enemy double kill. Unstoppable. You have slain an enemy. Enemy double kill. 我打这个兄弟跟他拉扯半天，我醉了。你是个好人，可惜最好的都是死。冷静。Your 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 猫和你。请求集合。猫只会在愿意的时候接近你，而不是被命令。等马可过来了。这些小控制哟，真的是你是莫名其妙的，这路过就挨一下就没血了。真有意思。请求集合。An ally has been slain. An
简单来说，一人残血，全队升天。好吧。OK。爱你。好吧，这粉丝啊。十年老粉，拿捏住。嘿嘿，没办法，哎呀，我就说我这个阿哥还是可以的呀。是吧，就讲究一击必杀，一手小草丛一蹲，只要有残血，全部爆炸。说话影响操作，好吧，这个最后就主打一手一气呵成。猪八戒会玩的，我猪哥，给他点个赞。OK， 我们把这个啊，现在是抽什么？抽什么来着？我刚刚说抽手机是吧？啊，给他把手机再抽一台。哎，我好像只有 Pro 加了呀，抽 Pro 吧。再抽一台 Pro 加，好吧，再抽一台 Pro 加。Pro 今天没有啊，那个 Pro 这是白色的，这是银色的，银色特别好看的。刚才开播的时候已经给它抽出去了，这一台已经这个明基有主了啊，明基有主了。再给大家抽一台啊，然后等那个十点钟的时候，我们再把那个 Ultra 给抽了，好吧。拆一手，完了，这个已经不好拆了。我今天刚把指甲给剪了，我发现这个每天都要看到我这个手指，勤剪甲很关键，不然显得很邋遢。完了，我这，哎，充电线，对，完了，这盒子，完了，我把这个盒子也差不多戳烂了呀。没事吧，都自己人。OK 了。哎，为什么他这个 Pro 加，我要找老板换吧？哎，我撕开之前，他盒子就是脏的，是为什么呀？我刚刚没跟你细弄啊，我撕开之前，我先以为是这个我放在桌上那个可乐倒出来了，然后这个膜上面有点不干净。那为什么我这个撕开之前，它这个盒子是脏的呀？为啥？这能说清吗？好了，这台有问题吗？不，我撕开之前它里面就这样，我先以为是膜上面沾了那个脏东西啊，它盒子就是有点小脏的呀。这正常吗？这能换不啊？受潮了吧，因为它这个旁边这个水有点水渍，啥意思啊？我看看，哎，你们看不看得到这一点点淡淡的这个水渍，看到没？是吧，有一点点这个淡淡的，你看到没？这个水的这个这肯定不是我刚刚弄的呀，这都已经泡了一点点痕迹的。明天我找老板说一下，他这一台应该是
反正我们抽这样抽，明天再让老板给我弄台新的呀，好吧？我们抽是这样抽的，这台是那个叫什么？好吧，应该没事啊。我们这台就到时候是给你直接找老板换台新的，玄月白，好吧？我们尽量盒子上它只允许有一个不干净的，这不一样的那个盒子，那就是我写了张大仙三个字，其他的就一定要跟这个出厂一样啊，好吧？这台这是白色的。这是银色的，都挺好看的啊！这是银色的 ，OK， 这是白色的。我们现在抽的是这个白色的啊！大家双击点点赞啊！双击点点赞，现在2455万赞。这今天我们应该是最后一天抽了啊！今天我们最后一天抽了，大家可以踊跃的参与一下。后面就只能再等机缘了啊！后面就真的只能再等机缘了。我不能我每天抽，这不然就成了个福利直播间了，就有点搞了。我这个播游戏我都不连贯了，好吧？啊，再给大家把这个福利再安排一手，就差不多了吧？啊，我已经连续抽了几天了，这新的产品大家都看明白了，对吧 ？Pro 的紫色、黑色、白色，然后 Pro 加的银色、这个白色，还有那个 Ultra 的棕色、绿色，对吧？它全线产品我在直播间里面展示了四五天了，我实在是展示的差不多了，好吧？华为的啊，嗯。后面咱们就正常了啊，正常了，就比较图个乐，这个跟大家点赞的就是点赞的福利了，后面就不这样抽了。所以说今天啊，把握住兄弟们，今天把握住参与一手啊 ，Pro 加啊 ，Pure 70 Pro 加512G， 只为你一个赞，好不好？点播关注，谢谢，点播关注啊，点播关注，谢谢这个借，谢谢你啊，我们就放在左上角抽了啊，现在已经在过审了。后面我们就正常的点赞抽福利了啊！嗯，能不能给你安排个耳机？等一下嘛，等一下这个安排一首粉丝的耳机，这个黑色的耳机，好吧？啊，这男生就可以就先不用参加吧，这个直播间女生可以参加一下，好吧？口红耳机啊，把这个抽了10点钟给大家安排。这个福袋在过审呢，在过审了，大家这个自己参与一手啊，这台银色的，看到没？很好看啊。感谢雾，谢陈，谢谢你。好，福袋已经上了，不知道怎么参与的同学，首先给我点播关注，然后双击点点赞，左上角啊，左上角这个这个9分多钟的这个福袋就是我们这一台 Pro 加，好吧？上官婉儿皮肤已经展示的差不多了，你们也看到了，有没有新的？这是5月1号上架的，这26号上架的，还要不要看？上官婉儿，我觉得我上官婉儿玩的熟练一点，别的有点搞。项羽也可以，项羽也有熟练度，什么关羽就有点搞了。好吧，搞把这个项羽，兄弟们双击点点赞，现在3110万赞，直播间新进来了3万多人，给我点手关注啊，参与一下手机抽奖，今天最后一天做这个华为手机的福利活动了，哦，谢谢盖斯，谢谢车里斯啊，谢谢放空。感谢各位的粉丝票。中奖带截图，截什么图啊？你这个中奖了，他自己就会跳那个东西出来，然后你把那个地址写上去。虽然我也没有成为这个，我没有这个感，我没有中奖过，但我大概听别人描述了一下，就是你中奖的话，应该会告诉你系统弹了个窗，他就必须让你填你家的这个位置，然后我们就必须把这个快递发过去，然后你在后台你就可以看这个快递这个单号，知道吧？它整个流程都在抖音上面完成的。我发了后，你会有一个快递单号在上面，它会告诉你进度到哪了，懂吧？这是实物福袋。OK。把这个大司命办了是吧 ？OK。对抗路，项羽的。项羽呢？我眼睛瞎了，我项羽呢？好，第一个。
中了不给怎么办？中了不可能不给的呀，那个抖音会全程监控的。怎么抽？左上角那个福袋。感谢哈库基米。这是新皮肤啊，新皮肤。我要不要带个斩杀？但带斩杀有点不是很猛啊，斩杀。血手，可以吧？这把可以出血手吧？对，没真伤，出血手。吕布吧，别吧，我给你展示新皮肤嘛，这是新要上的皮肤，八卦刀。项羽打程咬金不好打，是吗？欢迎来到王者荣耀。高高高！敌军还有五秒到达战场。请做好准备，全军出击！学一技能好像清得快一点吧，我记得。学一技能，对，学一技能，一技能一顶，看一下抢那个野怪的。直接把三个兵聚在一起。哎，这一跳空了一下，哎，我为什么不是直接做那个专精装啊？这国服套装在玩什么？来，做个了断吧。收到。啊，不是优先做专精装啊？这干嘛来着？这不是专精的话，我都忘了。保护我方狼收到。啊，这个国服压力这么大吗？做专精装怕被打死了是吧？命运不配做我的对手。这不是专精装，这不是专精装没伤害呀。有点搞。太弱了吧，这没专精装都 A 不了两下。这项羽前面对线有这么弱吗？不能直接做专精装啊？我看因为他这个国服思路是优先做护甲。哎，谢谢你啊，那我这不爆炸了，我帮忙守波野区把我自己害死了呀，我这怎么打呀？三级打五级，完了呀，我只能说着玩了。混乱的时代，打回正轨。Killing spree， 收到。赶紧推啊，赶紧推！给了我一口喘息的机会。这程咬金疯了。不配做我的对手。二技能先存一下吧。把这个抢了呗，来都来了。大哥完了，经济领先，别浪费。来，做个了断吧。护甲鞋，不啊，护甲鞋吧。好不好，我就按照这个国服这个思路，我就信足他了。我希望说你能看看，别看什么，这太高了，这护甲鞋没什么用啊，控制太多了对面。An enemy has
法阵进攻，收到。操作一下二哥，你这。我大招定在那里，他接一个大招应该就差不多呀，但他觉得不稳，他一技能跟上去再接大。猴哥想多了，等着吧，上路他不守。收到，请求集合。收到。收到。都这样完了，大哥。Your 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 打不了。我必逆天。哎呦，折磨折磨折磨。我真是被这个猴子带的贼崩。我本来自己玩的好好的，我硬是救他个蓝 buff， 帮他打一波中路，把我自己带坑里去了。3800，对面程咬金最肥了。请求集合，发起进攻。等一下，我要调一下他那个操作设置有问题，他不是智能推荐的那一种，很麻烦。技能用起来贼怪。我要顶一手给个大算了，再 A 两下。冷静，开始撤退。这把玩你们的号了，我不想玩自己号了，我感觉我自己号打得我不舒服。
要读。嗯，这个号被官方给监控了。经济落后，先发育。嗯，往那边跑，不想跑了，直接打吧。这个太牛了，这蔡文姬硬是把他从鬼门关里面拉回来了，人还在走还在走，哇，这一波他们都追出事了。开始了，刘禅的单带，他愿意单带就是好事儿。经济领先，别浪。请求集合。两个无情的辅助单带，一个是鱼，一个是刘禅。收到，发起进攻。哇，一个大！好的，我跟他们前排换掉了。这首霸王斩，生命值最低降至一。哎，项羽生命值越低，造成的伤害越高，最多造成3108。啊，没蓝了，这个兄弟太高了。我再看看我把什么装备做了就差不多了。血手，哎，这么巧，你别走。与我为敌的下场，去把这个主宰拿一下。来，做个了断吧。算了，直接推塔，我这 A 一下塔1000多，可疼了。好吧，回血暴击，回血暴击，别走，回血轰大，不行，我们这几个人打肉都不是很厉害呀，还是得鲁班来打。什么鬼？算了吧，哥。没法搞了，这个得溜了。我差点把他顶他脸上了。但是回不上来呀，我。能杀不？补个控。残血的我。收到。王文道歉。其实我刚才直接去顶他们，给大招就行了。可以打了吧？我这很好杀对面的，那个妲己，我一技能过去 A 两下，然后一个大招他就得爆炸了。发起进攻，你们搞个狼舞。给他当跳板。好，再见，无速。
一个大霸王斩，血魔之怒，发起进攻。收到，我方高地防御塔正在被敌人击毁。是不是？嗯。一闪皆大，那是瞬间爆炸。怎么说？这个皮肤好看，这都是马上要出的新皮肤啊！评分第五，丑陋。几个皮肤都给你展示的差不多了，我就拿了这几个皮肤啊。你该看的都应该看到了，张对对 ，OK。再给你看一把这个上官婉儿啊，再看一把上官婉儿，我就下号了，不打我这个号了，打得我有点心累。也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很抗拒。给大家把这个口红耳机给抽了啊，我们就不拆了，好吧，兄弟们，口红耳机，昨天弄的啊，粉丝福利，好不好？大家这个可以参与一下，双击点点赞，感谢各位的支持。这粉丝给粉丝的啊，给粉丝的这个，好吧，兄弟们。等一下10点钟再给大家把那个 Ultra 给抽了，那个是所有人都可以参与的，这个给三级粉丝一个福利啊，好吧。韩信的皮肤有没有？韩信的皮肤没有。谢巨蟹龙，感谢巨蟹龙的抖音飞艇，谢谢轩少，谢谢你的玫瑰特效。大仙，你该上厕所了。哦，我去打中路，拆一下呀。不用拆了吧，昨天不是拆过了吗？你大概知道什么情况了吧，就不用拆了吧。给你的耳机写个名字。不用拆吧，不用拆吧。不好买啊，不好买，所以希望粉丝中啊，中了这个拿去玩一下。把这个给搬了呀！中路上官婉儿演示一波新皮肤啊，这是上官婉儿的新皮肤，给大家展示一下。挺好买的，就是要等，是吧？那不就差不多，有点瓜搞吧。给我选一下呗。等我，妙想纷呈，我方挑选英雄，上官婉儿，全军出击，好不好打这把？这把不好飞啊，好吧，这把两个位移的 C 位，还有一首无情小沉默，学魔抗抢中线，学一技能，要对拼就开狂暴 A 他。他们中路，清理对抗路兵线，暂
不是，我给他点一下，是告诉他辅助可能在，辅助没漏啊。抢个野吧，行了，拿到可以了，那个不要了，都来了，兄弟。皇上，交闪吧。果然我点了一下是对的，他们要去抢线，他抢线的话，他可能就无了。那个苏烈小控制还是比较多的，把中线再抢一抢。嗯，还好没顶到，好疼啊！刚好，因为我要回蓝，不多掉点血我受不了。抵抗鞋一做，跟他可以对着点，开狂暴就硬点。我不相信他能躲我的法爷至尊平 A， 来跳我脸上。苏烈还挺猛的。嗯，不管。中路可能要过来了啊，那个打野要到了，请求集合。打野都没漏，打野是红开，我记得。收到。我们猥琐一点，因为我们没有带闪现。哦，打野在下路，这波看看，可能这个吃完后还差一点点到四了。对，然后要抢这个野怪，这个野怪如果我抢到了，就是要么我杀他，要么他杀我，到底谁杀谁？你爆炸了，呀哈！那是怎样的？先让你打一套，发起进攻，够了吧？都得死！别卖我！别卖我！啊，谢谢你。好，嗯，稍微有点那个紧张，因为我觉得这一波我就在那里诱惑，应该是差不多的。安心，大哥，哎，你在玩杂技呢，我。优秀，惩罚你，那我挺伤心的。发起进攻！这里。阿珂没漏啊，小心一点，阿珂漏了。他还抢这个中路野怪，我可以稍微去慢一下，往我脸上跳啊！一拳拳后号狂暴拳，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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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哎呀，别哎不到，哎，好，稍微歪了一点点，有点小紧张。干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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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干嘛干嘛？干嘛你？大闪回推转弹爆炸一气呵成，我进草了，他进不进？哟呵，拉扯，哎，二一大大吼，拳拳拳指，把我的阴线搞掉。这波买装备吃药，下路可能要爆炸，我还有这么久才有大，把这个下塔给守住。我这波来其实也没用的，我这波跟个超级兵一样的，还是得来。我又死了吧，又被顶出去了啊！大招按在塔下了，但是这边有被动，注意这一手韩信操作二一上墙，两个人全部都拉开了，反手二一狂暴一炸 A 一下，还差一秒钟，二技能一个大A 一下，两个大 A 一下，一大 A 浪费掉了，别打我，不行，他没有在我的那个路线上走，我斩不掉他，我尽力了。他这边小蹲估计有戏啊，好不好？达摩，这一手蹲又卖自己上路一波兵线，我希望你能蹲得到啊！我马不停蹄往这边赶。他一看这个兵线到了，别人要跳到脸上了，你这不操作一下，我谢谢你们的，都给我吃得干干净净。OK， 那我们直接去飞下路，发起进攻，来了，按呢，还没被动呢，不用看了，就是我过来打了波攻。继续回中路守线，真诚
很简单的啊，一拳拳耗耗拳，对不对？怎么上不了天呢？你看我上天难吗？不难。这个塔里面可能他在，我没有大招，貂蝉过去了。你不知道貂蝉过去了吗？点两下，貂蝉跳我脸上，不敢跳，二技能直接断了。他没二技能，开了大招，为了刷新二技能，还在刷。OK， 硬要打我，我让你打，我很肉。我 A 了两下 ，A 三下，开狂暴啊，大大二技能，一大大。大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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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我救我救救救救我！是不是灵性的小叉车？他总能上天的，你怎么可能上不了天呢？啊！三下就能上天，这毫无成本。嗯，好吧，再等一手，把这个中路一压，九秒钟也烂，我现在可以浪一下。反正张良站在旁边，没有人突到我脸上来。这边强行突脸，我二一滑到 A 一下，二技能大大 A， 然后一大大 A， 他再跳一下我的大，哎，大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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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招已经好了，好吧，跳脸了，按住，漂亮，给个二技能减速，他这边有被动，被动能打出来一个大刀贴到脸上，注意在屁股后面马上要切了，兄弟，抓了大刀还在我前面走，你这不发阿珂，阿珂二一技能要上了，我二一直接防守啊，防守。那这里马上我有大，这波他们守，我就直接飞，好吧？应该是守不住了，还敢跳？残血的我完全不慌，咱们吃口药。怎么说？上了啊！狂暴大大 A 一下，二一大大 A 一下，刹车，刹车，刹到这边来，带过来！哎呀，好累呀、啊！我这边大招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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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吧？二一啊，行行行，他不敢继续追了。他觉得我们这边伤害带太高了，其实我觉得他有操作的话继续跳我们这边应该是死的。大招蓄力二一减速 A， 想回推推了个人直接嘎了，我现在一点蓝都没有了，但是我还在掩护他，二技能我只能到这了，兄弟一点蓝没有了，再见，发起进攻，拜拜，吃口药，再刷一波线，再见，害怕，没蓝还不走，那他要干呢，我只能上去 A 呀、啊，请求集合。啊！中路请求集合，蒙圣火请求集合，是以死想二。看一个婉儿会不会，就是那刹车刹的怎么样？射手来拿红，我来杀给你看，这不要上，打不死，你有一己之力无法将其拿下。请求集合，他说要推下。小演员们最好的回馈，当然。二大大一大二大大，发起进攻，哥们这么脆吗？大招击飞，掩护二一狂暴，二技能 A， 再见，家人们，二技能撑住，一技能回血，我尽力了，再见了。那有什么办法呢？这是啥皮肤？这新皮肤，好吧，这马上要上的新皮肤。开始撤退，我来抓人了。这貂蝉经济这么高啊，七个人头。我觉得他好像打这个人挺累的，有没有操作？我觉得再操作一下也没了，别搞了。你不会没逞吧？还真给人家抢了，暴君也是别人的了，漂亮！请求集合，贴脸，大招，闪现拉开，发起进攻，保护王中，更是看不下。
这么疼啊，他一梭子弹。请求集合，发起进攻，发起进攻，开始撤退。侵略兔，坏人面前别再嚎了。An ally has been slain。嗯，这貂蝉蛮开心的呀。发起进攻，真诚的心。发起进攻，冰心。嗯，关键规则，所点亮的不止这片星海。哎呀，真的疼啊！这好吧，九千经济了，哥们。背不动他了，这伤害都不靠真伤，靠法伤把我打死了。上当了，我需要法穿吗？好像不需要吧，他们也没做母女，那我做梦魇吧，就为了亚瑟去做个法穿，不值得。这距离一般般嘛。这会打了个二换二呀，这个人我打不死，我没穿透，但也不影响我直接往他脸上走了。有冰心就是这样的，这种半肉战士在我脸上刮痧。赶紧做我的梦魇之牙。请求集合，更是他们的下。请求集合，都要打完了。发起进攻，离谱！请求集合。感觉用大招飞他很浪费呀、啊，完了兄弟！哎，这一波，这波看起来要炸呀！完了完了完了，一波了！不打自己号了，不打自己号了。这是哪个皮肤？这是最新上的那个皮肤，好吧。彪悍的人，不打自己号太累了。我感觉粉丝的40星都没有这个号难打呀。
我每次打我的号我都感觉我把我自己要打睡着了。他如果但凡不是什么新皮肤有体验卡，我真的是不想上自己的号。我的号就像跟 被标记了一样的，那只要顶这个主播标签，难打的要死。真的，大招留着过年呢。那个大招刷出来，我感觉后面那一波也打不完。千金兵什么的，很乏力。你不信，让粉丝扫个40星的号吧，你感觉一下，你自己细品一下，你感觉哪个好打一点？你每次打自己的号，打的我这个，我就感觉我自己打的我这个心呢、啊，就。慢慢的一节一节的就开凉了，有没有可能是心态的事？不是心态的事，这是我几年下来的总结。你看我打粉丝25星的这个号，40星的号，我都感觉没有那么难打。我那个号就像中了毒一样的，有梦魇。扫不上来吗，家人们？来个段位高一点的，段位高一点的，嗯，为什么我进来的时候没这个动画？是老张啊，自己什么段位？他王者是3颗星，好吧，玩发育路的，凑合。你看我玩他的号，我就感觉会很简单。我不知道你信不信，但我就感觉很简单，好吧。房间号组队，什么意思？你欣赏一下。爱你，我也爱你。为了带来更好的战斗体验，精准普攻。把操作设置改一改。敖隐，看不看？敖隐，他什么兄弟老张什么战绩？运气不错，3连胜，好吧。哎，你这射手很有我的感觉啊！这射手8把C，带的谁呀？带的谁呀？我看看，你带着谁？我也来带一带。看看，研究研究，奔波尔，奔波尔呢？不在了，那行吧，那我自己玩吧。今日福利已准备，不要拒绝闪耀的宝藏哦。平衡的英雄，调整的英雄，明世隐增强，药增强，李白增强，蓝增强，宫本武藏增强，橘右京增强，橘右京一技能冷却时间缩减，嫦娥增强，西施增强，鲁班增强，艾琳增强，后羿增强，是虞姬增强，是蛇姬增强，增强华佗增强，郭翠莲增强，伽罗增强，摩亚增强，所有的射手全部增强。好吧，射手实在太坐牢了，加强了一波。增强个屁，怎么没增强呢？
我是发育路。为什么射手全部要增强？因为射手这个版本太坐牢了。十点钟嘛，十点钟把那个 Ultra 给抽了嘛，十点钟，别急，增加了点血量，那有增强总比没增强要好吧。玩谁呀？哪个射手啊？他熬赢九十场，我也来打打熬赢，要不要？先把生命给搬了，狙一把，算了。今天没有狙的感觉，今天打自己的号打得有点泄气呀、啊。敖隐吧，我来给你们秀一把敖隐，攻速爆发流。坑死。他居然想用一手虞姬来抗衡我的敖隐，我敖隐玩的还可以。我除了那个大招玩的不好，其他的小细节我们都是会的。虞姬改了呀，虞姬早都改了呀，虞姬那个一技能跟巫术挂钩了嘛？你多久没玩了？龙魂。朋友们，今天掉星了吗？今天没掉星。别哦，他已经选了小明，小明改啥了？10点钟吧，十点钟给他把那个旗舰机给抽了。然后我们这最近的这个抽奖活动就差不多了，好吧，后面就点赞抽奖了，点赞抽福袋了。大仙，我的孩子们都爱你，我也爱你的孩子们。敢不敢打一把百里守约？等我心态打好了我就敢，现在先把心态给打中。龙年珍藏，最近为什么这么难打？还好吧，才周四就难打，那你到了周末你怎么办呢？你全军出击啊，每天都充满奇迹，大仙，我和别人家老婆孩子都喜欢你。 OK，谢谢你，星耀被打崩溃了，练一个肉鞭吧。你看这个兄弟他就没兑现细节，对吧？怎么我感觉我那个王者门口这么难打，这个兄弟这么好打，对吧？他所有的一技能他都是用来压线的，那他如何跟我抗衡？我等下买个那个什么，他不就难受起来了吗？他会往这里面给一件吧，我稍微跟他拉扯一下，他没有抢这个怪的勇气，而我慢慢补，他也没去拿那个赤甲虫，那我真不知道你怎么跟我打呢，是吧？我三 A 骗他技能，是不是？然后我二一 A 打他消耗。他忍不住这个补这个兵，我二一啊，行 A 是不是难受？不开了个二技能，然后呢二技能又没了，我再往前面走，他选择用一技能补兵了，他这次终于是勇敢的，我选择三 A 砍他一下，是吧？二一 A 三火龙魂压他一手补兵，一手吃药，一手再补，走到这边来补一下，三技能弹开，一技能弹开，
是吧？我一二技能回血，跳一下，拉我 ，OK。怎么说？那边我有点小怕。阿牛给我回口血，选择，选择怎么说？一二技能阿牛回血，是吧？打人回的多，有大招了。三 ，A 弹开 ，A， 走位 ，A， 二一三火龙魂捏手上。好，不着急，兄弟掉血掉的有点多。三 A 弹开，二一三火龙魂 ，A 大招躲他蛋，这边反手跳，跳不跳呢？我觉得没必要吧。三 A 一二 A 买装备，回点血，吃口药，现在没大招，稍微缩一点。我们现在已经是一个完美的零杠四开局，那样怎样呢？只是这么点小压力，丝毫不为惧。吃一下，吃一口。二一三火，上路渣，下路渣。一二回血，三 A 弹他，小拉走位，这边正面给大招，兄弟还可以打了。三 A 弹开，二一三火龙魂抬走，抬走打野 ，A 一下 ，A 两下 ，A 三下，学个技能，一 A 三二一 A 全都死，买个装备 ，A 他一手红 buff。拉扯他，再拉扯他，三 A， 别急，没有蓝 buff， 能不能给我个蓝？一 A， 有红 buff 黏着他打，他没闪的，我记得。好 ，A 一手 ，A 两手，猴子要来了，我这波可能要嘎了，吃口药，闪现有没有大？有没有大？大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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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这英雄怎么才能获得？实不相瞒，好像得充点钱。没蓝了，我都喝了，我都吃了口药，硬是挤不出这个大招的蓝。我抢个蓝就好了，我可不是很想抢个蓝嘛。能够当去路机。不要钱吗？是吗？敖影不要钱吗？我有点忘了。三 A 走位。二一三火 ，A 上去对 A， 三技能弹开，一技能 A， 二技能 A 上天，活下来好不好？龙回头，三 A 一 A 二 A， 走位，火一二。三水回去吃药，三一三火龙魂，学个大，买装备，好里蹲，别怕。三 A 骗他一下二技能，二一三火，无情放血，再往这边走。三 A 等牛，选择二一拉扯。猴哥要过来了，我们拉扯一下，三火打到他脸上，三技能弹开 ，A 一下，二一三火，打不死，没办法，猴哥来了 ，A 他，弹一下猴 ，A 一下猴，选择二一三火，别急，这边还有人，弹开 ，A 一下，然后二一三火龙魂大招，往这边切。一手龙喷，闪现三 A 二一吃药，呀！哎呀，他 OK， 非常极限啊，非常极限，准了。还好我们这个稍微回了点血，
这时候有蓝 buff 了，有蓝 buff 三技能加速，然后一二技能山水龙魂抬走他。 OK、然后一二技能再山水回血。哎，这个防御塔有蓝 buff 就疯狂轮回状态是吧，一二山水龙魂回血。好，一二请求集合，三技能加速往里面走，选择怎么打这一波。先 A 吧，然后准备用三技能弹他，好吧，三技能弹他一下，二一三火 OK 了，再往这边拉扯一下， A 他 A 他往这边走，选择三技能弹一下，二一三火龙魂打出去，等着走位，三 A 别急买装备，等一手吃口药，一二三水，三 A 好，一技能火龙魂就直接抬走了， A 一下，三二，好像可以用大招直接切了，但我还是不是那么勇敢的，我对大招的理解稍微差一点，好吧，我玩这个英雄我觉得大招把握不是很好，我大招只能逃跑来反打，我大招不太敢那种就是说主动开直接跳到里面开，我有点怕。好，他来了，我们选择三 A 弹开，二一三火大招强压直接封走位，一口龙魂喷下来，三一三火龙魂二技能 AA 往上走，走一个位置，再往这边拉，选择三 A 二一 A， 然后你可能要拉扯一下啊，我现在没有红 buff， 但我还是可以跟他们玩。你要注意这个牛，他顶不顶我，是吧？牛要顶我了吧？三 A 拉扯一下，二一三火打到他脸上，牛注意牛，牛动了没？牛动了没？牛还是没动，那上 A 他，三 A 二一三火。这人要死了吧，牛纵向顶 A 一下，三技能弹一手 A 一下，这边要到我脸上来了，我闪现要拉开了，因为那个猴子要打到我了，在我这边走了走了走了，能不能给我个蓝 buff， 有蓝 buff 我可以继续操作，兄弟们给我个蓝好吧，给我个蓝，给我个面子，给我面子，好，这不怪他，他是想给我的，但始终没有这个缘分的。请求集合。他给我，我不中用啊，家人们。给我个面子，家里的给我，好不好？给个面子，大哥，这个蓝很重要，我丢技能频率太快了。我还是得要这个蓝，来了来了，请求集合，三 A 一般来说就是三技能弹别人啊，弹别人两下很搞心态的是吧，三 A 二 E A 三火，哎，三火没打出去，三火干嘛啦，龙喷落地，三 A 还玩不玩落地，还玩，以后不要用这个大招开团好吧，这个他大招开团确实有点搞滑稽，有点滑稽，哇，这都在里面吃完美的大招，这什么鬼啊，这帮人在这冲上头了吧，这么一窝了稿子啊，这四个人抱在一起硬吃增肌大招，有点搞有点搞，哎，我不不你听我解释，我就跟你说了，我一开始我是不是说得很清楚，就是个对线细节以及这个拉扯这个感觉我还是做的还是不错的，但我真的是就是对大招的这个把握不是很准，我大招逃跑然后反打我会，
这不大招开团，我有的时候看别人大招开团用的挺好的，叫大招强开，然后三技能把别人全场震一下，然后开始拉扯跟输出，但是我就感觉弄不出来那个效果呀，好吧，但我这一波走过去，三 A 二一三火 A 他猴哥大招，这波进不进？进不进？会不会跟上次一样呢？找到进了。一二山水谁要风弹开接一二山水回血，他们已经乱了，三一二打这个人的时候可以回满的，好吧，打兵减一半，原来是打兵都回满血的，我们选择三一 A 二 A 这边直接点他就行了，是吧，三一三火二技能水龙魂打一下，三三一直接点基地了，点基地了，不浪了。打别人的号还是舒服一点，金牌射手理所当然，居然不是 MVP， 好吧，让我很伤心。真姬这波发挥确实不错，他那个大招扭转乾坤了，给我救了一波场，好吧。这个英雄太 bug 了，错，强的是人，不是英雄，好吗？好，还有十秒钟，这个福袋就抽完了，我们把今天的这个重头戏给大家安排上了啊。这台这个叫什么？这台这个官方的现在的 Pura 70旗舰的啊，一 T 的，今天是摩卡中还是中色，拆了给大家在直播间安排了，好吧。然后最近呢，我们这个答应大家的这个电子产品新上市的活动差不多就在今天结束，后面就点赞点那个什么1000万、2000万的时候、3000万的时候再随便给大家这个安排一下，好吧。不然天天这么抽实在是有点顶不住了啊。真的不行了吗？差不多了吧，啊，差不多了，你差不多样子都看清楚了吗？几台手机在我直播间就已经亮过相了，你到时候你想有兴趣的就可以去看看了，好吧。你没事你去他们店里面，就店里面你甭管你买不买，这种科技产品它不就是给大家玩的吗，对吧？你去华为的店里面，你就拿他那个手机按按快闪，体验一下科技的魅力就可以了。然后买不买再说，是吧？心情好就觉得买，就消费一下。然后觉得这个还可以再看看，等他没有那么需要大家哄抢的时候再买也行，好吧？这一台摩卡中 ，OK。这电子产品就出来就是给大家玩的，啊。好吧，摩卡中，然后它这个摄像头是可以伸缩的、变焦的，是吧？玩的就是它这个手机，然后你可以去它实体店里面感受一下，它因为它这个华为的手机，它都可以这种什么指关节敲一下就截屏了，然后一键打码，然后这种抓图这种手势识别、上下扫的这种功能啊，就去感受一下，好吧？去玩一玩。OK， 这个很帅很漂亮，是吧？这是他们家摩卡中啊，摩卡中一 T 的啊，一 T 的应该是 一台顶配机器了，好吧。这是我送给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的，只要观众朋友们给我点点赞、点播关注，是吧？感谢大家的这个啊，感谢大家的这个支持，谢谢啊，兄弟们，来参与一手，好不好？马上就开始抽了，就是当时 Mate 60弄的东西他都可以招过的罪，这个70都可以啊。当时60不是出来的话把它往手机里面往水盆里面泡嘛，应该是都是顶得住的，好吧。像这种手机就可以拿着边洗澡边玩了，很方便，好吗？有的时候我这个洗澡的时候想放个歌，确实还挺担心有别的手机扛不住的，但我一般拿着
华为的手机，我就边放歌边洗澡了，好吧？啊，这台手机就要抽了啊，我们就要写个名字，期待你中奖啊！摩卡中一批 Pure 70 Ultra。写哪呢？哎，盒子在哪？水蒸气不行是吗？可以，那就小心一点啊，珍惜。好啊，洗了啊 ，OK， 祝你中奖啊，祝你中奖。现在你都是加价拿嘛，你可以观望一会儿，对不对？虽然说科技产品早用早享受，但是你也可以再看一会儿，看一会儿，然后再等它价格稳定了，你再入手嘛，一样的，家人们，好吧？要换个位置玩吗？狙一把。我写的字好看，不，我字很丑啊，好吧？我有的时候写的，我已经写的像鬼画符一样的，就为了快。赶紧，就好了。你觉得你会中奖 ？OK。主播用的什么手机？主播用的苹果手机，好吧，苹果投屏方便一点。用的苹果送的华为。啊，想玩狙，想狙一把，但我不知道我的队友会不会心态雪崩。这把能狙不？会司马懿吗？会啊。墨子玩一把，我预选的是发育路，预选的是发育路，好吧。直播间里面参与一下呀、啊，新进来的观众朋友们，新进来的5.9万观众啊，可以参与一下这个左上角这个福袋，参与一手，好吧？我们现在再抽那个他们那个旗舰机，给主播点点关注啊，全当刷个脸，认不认识都无所谓。我是游戏主播张大仙，期待你的关注，好吧？关注一手，谢谢。来一首黄忠，黄忠行吧？你想看黄忠，我们就玩黄忠。黄忠有熟练度吗？有，那就黄忠。谢崩掉两颗大金牙，谢萌，谢风过无痕，谢骷髅精灵。比中500万还难，是吗？这么恐怖？那我就玩黄忠了。你们要看黄忠就玩黄忠了。这个备战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好吧？我去拿个可乐，说的我口有点干了。点赞，点关注啊！
可以，他躲过一劫，躲过一劫。会不会是抖音的内部工作人员中奖？抖音的工作人员经常在我直播间会见面的时候跟我聊一聊。大仙，我昨天参与了你的抽奖，嘿，没中。人家工资挺高的，好吧，你想太多啦，老弟。你要介绍你去抖音工作，那你赶紧来抖音工作啊！我期待你在抖音上班啊，好吧？玩敖影，敖影刚完了呀，敖影刚完了。中中中！你这个号什么段位啊？十几个星吧？我们还是黄忠啊，还是黄忠。刚才没开成，现在开。强者恒强。来吧，大师命，大师命！哎，大师命完全没什么打击感，就是他那个链子链到别人 AA 没音效。想看花木兰，待会儿，我们现在这因为预选的是发育路，就玩的发育路，又是射手，预选的发育路嘛。这个粉丝的号是什么？又重开！哎呀，这搞得我在这里干闹啊！不是黄忠怎么开不了啊？我服了。想看橘子，其实我也想玩橘子，橘子增强了，好吧，我不知道我的神梦一剑还能再开天辟地，可以在这里怒赚四次勇者积分。很多粉丝他看着我直播间展示，他有时候看广告，他觉得有点不真实。后来我的直播间，因为我直播间是单反嘛，拍出来这个效果，你差不多拿到手上也是这个效果。然后他说：“哎，我那天死活抽不到啊，气死我了！我每次都参与了，哎，然后就自己去买了一台，好像还要等，也很纠结。”想玩狼狗，狼狗真的是太下水道了，狼狗起不来。请选择你的分路。怎么换花裤子了？我的睡裤没穿了，穿了一下花裤子，还是发育路，我就不信这个黄忠开不了了。想看你玩马可，玩黄忠吧。刚才不是选了几把，黄忠突然变了。黄忠很厉害啊，黄忠，你只要能稳住发育，是吧？遵守我那句这个发育名言，塔下怂出一片天，怂他个十分钟就站起来了呀。我方自用英雄。还有五秒钟就开了啊，五秒钟就开奖了，兄弟们，好吧，激动人心的时候开了。恭喜中奖的同学，恭喜你，恭喜你啊，恭喜。给我进了，应该不会，房中没人进的。药好像也加强了，但我们还是先玩房中。差不多了，够了。臭福袋又不让你中，对，臭福袋，别怪我啊，别建设到我啊，我是好心抽东西，你可不要怨我，没中不是我的事儿，好吧？
我是好宝啊，我是好宝。再抽一台吧，没有了呀，这个很难买，我买的是加钱买的。谢苏一白，感谢你。搞十万台，你知道十万台多少钱吗？一台一万，十万台是多少钱？我都算不清楚了。十万乘以一万等于多少？十万乘以一万，万万等于亿，等于十个小目标。你是要我老命啊？十万台，也太高看我了吧？敌军还有五秒到达战场，精彩，请做好准备。早起下路发钱，在谁对线？孙尚香对线。九二技能轰他，等一百万啊！你这个算数，四楼要演了，真的假的呀？不至于吧？哎，我这，我大哥，哎呀哎呀，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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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神烦。大哥，给条活路，好吧？请求集合。我已经掉了一个兵了，已经够折磨了，不要再打我了，不要再欺负我啦！啊啊啊啊！一、二、三、五，一下，两下，三下。一二，哎呀一，精彩补兵，小走位，小走，诱惑，差不多了吧？给他一轮，我要再见了，兄弟。哎，喂，哎，还好我有颗雷，对着换了，少吃一波兵。现在墨子去打发育路打这种呆射是有优势的呀，因为他一般的辅助他是不会去带这种叫什么，一般的辅助他都是带肉铭文嘛，墨子是带全输出铭文，因为他手足够长，他不需要跟你贴着打，他带着纯输出铭文，你这没有位移的人呆射吃不了他两炮，啊，吃一炮两炮就基本上要回家了。所以墨子辅助是有东西的，但墨子辅助的不好的问题就是在于后面啊，后面他就不好探视野，然后要讲究这个大招丢的好不好的问题了。牛啊！加油，家人们！我的走位，你可以管我了吧？受不了了，下路，感觉你是帮上路，上面上半区是四打三，也没打出什么优势，这还不如一开始跟我连体呢。你全肉墨子三个人打不死，那全肉也是有好处的嘛。但是你打那种什么虞姬啊这一类的，你其实法术流的更好，更好出节奏，也更好打压制。没控制，压不死。吃口药，开个大轰吧。彪悍的人生，这还不好架大清兵了。
确实有点难受啊，这打的我。没什么控制。优秀的机关值得以优秀的保护。控制都不是很稳定。埋颗雷，慢慢来。开始撤退。请求集合。打他有点乖。请求集合。哎呦我的天哪，哎这墙，我的妈呀，这有点略微痛苦了，兄弟们，下路做大佬都说让你狙一把，狙一把这把不是更惨，我瞄的时候那个墨子他就炮我了，这个墙都过去要玩脱了。黄忠没什么控制的话比较难打，得刷呀，不着急呀，中后期英雄有什么好急的呢？请求集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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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辞。先把那个把那个装备给做好就行了，兄弟们。再吃吃线是吧？毕竟我的队友让我坐牢了，我现在我就让我的队友坐牢。提不了一点和。感觉这个塔我能推了。那这样的话我们就赚了呀。嘟嘟嘟嘟嘟，他们打他们的，我们吃我们的啊。你要记住你是个后期大 C， 这所有人怎么说啊，中路没了，不管啊，不管，我要去吃钱。又开始了经典的辅助单带，好不好？这太经典了。好吧，这太恐怖了。这玩鱼的总会陷入这种节奏，一个玩鱼的，一个玩那个刘禅的，情不自禁的开始辅助单带，贼恐怖。想吃一波二技能，减个速，请求集合，再拉扯一下买装备，请求集合，买颗雷，管过来了，这不就稳下来了吗？走上正轨了，兄弟们，买颗雷是吧？习惯性买雷。我们家辅助又开始单带了，去拿个红。请求集合。这个不管不管。请求集合。埃克雷。这不已经稳了吗？再把无尽掏出来我就翻盘了呀。来自长者的河海关怀已久的炮炮，好好感受一下温暖。现在三炮一波兵了，等无尽就可以了。发起进攻，最难的时间已经度过了，
麦克雷加个大轰两下，换个炮，这边开锁了吧，吃口药，不着急，把被动续上。请求集合。注意赵云呢，赵云还没漏呢。赵云已经漏了，那我们就开压了。哎，晕到了呀，我感觉轰的是吧，差不多。放颗雷呀，压的时候一定脚下放颗雷，这个伤害有点高啊，兄弟，我要把它往雷上面带吧，差不多。去拿红，还是打我有点疼啊，我这几枪没有护甲有点弄不下来它。好，我们这边直接轰炸啊。啊哈，我这几个战士在我脸上确实不好打，好吧，有点莫名其妙了。这一二技能神照已经残血把我秒了，中招了，我以为他们逼过来，我就轰几炮就死了。请求集合。无尽马上有了，无尽马上有了，轰他们就三炮吧，轰那些脆皮，一炮两炮，可爱嘞。做穿透装，脚下放雷。请求集合。轰，一炮两炮三炮四五，拉开，死一个，墨子，墨子轰不轰得大，五秒钟才有大，准备开炮了。二技能往前压 A 了一下，先点塔，不着急，点完塔怎么说 A 一下 A 两下，开大招一下把他死了，拜拜，哎呀你们解姐姐姐姐哥姐，哎，我的，开始撤退，给了你，开始撤退，见效了，丑陋，丑陋，加油。能把穿吧，我的我的我的，我这波大招开的有点太搞了，一杠四的战绩完全不是我黄忠的真实水平。请求集合。别急别急，先买脸，干什么，要谨慎，他还有大。给我狠狠的追！这个赵云看着我这儿了，吃口药，拿个蓝，推上路吧。怎么感觉这个双刃枪没什么作用啊？对不起，你们减速什么的。请求集合。打他！两炮，再见。哎，气不气？哎，气不气？哼，你什么意思？我什么意思？算了吧，大哥，打不过呀。别人搞。
完了要蹲死自己了啊！这个兄弟先一再大，这个人不就死了？他选择直接大招。鱼哥别带了，再带真的要比我的钱多了。鱼哥他已经比他已经把这个亚瑟带的不成人形了，好吧，亚瑟给他打辅助了。食人鱼来了，开拱吧。结束了，一波了。不行，我们不能玩太后期的英雄，感觉不够激情。这波怪物，发起进攻。那我只有开大轰他了。躺赢，黄忠怎么位移开大？那个大招是位移键的，你大招可以小跳一下，小跳一下就是位移了嘛。6.8的评分不太适合我，我这个黄忠我可能还是需要有人保，玩这种大后期我得那个辅助死命贴着我，我才能玩起来，不然的话我就感觉我自己很坐牢。我还是喜欢玩一些比较有操作感的这种射手，即使这个对面不来管我，我也是能乱 C 的。就太坐牢的别人是真的，我的队友是真让我坐牢啊！在玩谁呢？连线一个观众吧，好吧，连线一个观众，告诉我玩谁，我也得迷了，快点告诉我玩谁。评分最低，没办法，那个辅助不跟我，好吧，3、2、1，闭着眼睛选了，3、2、1，走你来，告诉我玩谁 ，Hello。Hello， 大姐。哎，你好，小心啊！我们玩谁？我想看嬴政。嬴政，好的，行。谢谢大姐，看你。好。拜拜。OK。告诉我了上分密码，嬴政。我直接一手嬴政。许久没玩，那还是很强，因为我的嬴政是有理解的。好吧，既然他想看嬴政，我就安排一手中单嬴政，先把兰陵王什么的搬了。你上星全部都射手位，你在开什么玩笑的？我上星我是野王，那为什么我总是打射手能赢呢？是因为我们家射手一般的那个射手，他这个版本他不是很吃香，你知道吧？那个射手他居然有一点点操作的。我就相当于我拿我的就补足了我们家这个射手的短板，我射手玩的真的很一般的，你不要总是看我射手很赢很强，那是因为现在射手他这个打的都一般，好吧，在这种衬托下才让我这个射手胜率比较高，但我这打野胜率是真的高，好吗？记住我是野王。嬴政6连胜，韩信的新皮肤还没发，怎么抽奖？今天抽奖已经抽完了呀，这一把嬴政选出来好不好？回答我，不好，因为我选出来对面的人可能选刺客，让我难以招架，但粉丝想看我玩嬴政，我必须选。哪个皮肤贵一点？正好蔷薇玫瑰贵一点吧，暗夜公子，摇滚巨星，这个吧，周瑜，爆伤减速流，爆伤减速流，你什么流？都没什么区别。巅峰热门是法穿鞋，好吧，巅峰热门是法穿鞋， CD 鞋还是法穿鞋，你觉得呢？我觉得是法穿鞋，我琢磨来琢磨去这一套比较靠谱，你怎么看？5%冷却，10%，20%，30%，够了，这个
你说哈了，觉得我输。哎，你还是太年轻啊，关于嬴政的节奏我还是拿捏得很稳的。谢叮叮猫。欢迎来到王者荣耀。攻速鞋。敌军还有闪现暗了，我听到了，请做好准备。好吧，一起见证奇迹时刻。六。大力出奇迹。能游走吗？人一到可以游走。就酸个垃圾。往前压，直接空 A。什么意思？刷小弟给我发财是吧？啊啊啊啊啊！蚊子腿也是肉，我就嘎嘎吃。你好吧，你都给我过来！OK， 再吃这边，无情节奏。怎么说？还空 A 你的防御塔，难不难受？这猴子干嘛呢你？不往我这边走，能留不？这不捡个攻击力，还在这里玩跳棍 ，A 一下，一技能卡后面，哎，不往那边走，什么意思？A 一下叫个盾 ，A 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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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人伤害能打到我吧？那我肯定是拿捏得很稳的呀。往这边拉，吃两口药，马上有大呀！这小机器人疯狂给我刷，再招一个，给个面子。发起进攻！再搞点机器人，这是你能拿的，看我精准普攻啊！开玩笑，3块钱，3块钱。OK， 再招小弟，招个小弟，再招一点，再招，招，大招，扫死你啊！错了没？一个大，怎么爆炸？一手一技能啊，这不是啊？诱惑，反手给我个大，这不浪费表情吗？我不可能交闪的。再见。没有办法，这把不就一稳了吗？我选出了嬴政，他敢选这个？你没有大招啊，吓唬谁呢？这能打几滴血呢？对吧？发起进攻！我这样 A 塔。阁下刚刚如何应对 ？A 的不爽，我这样 A， 你该怎么应对？好吧，不服，硬扫，不是吧？这么疼？你小子，吃我一大！好，小弟都给他挡了。有点厉害。请求集合。这猴子好像被这个东皇折磨的已经开始有点神志不清了呀，我看着。又给我大，我二技能炸一下。请求集合，收到。这又在折磨他，这猴哥太惨了吧。哎，大哥大哥，你应该看不到我吧？哎，让别人放过我，放我一把。谢谢你。好，往哪边走？这边是吧 ？OK， 吃个蛋。哎哎，兄弟，来都来了，吃点。谢谢你。来都来了，吃一点。啊。怎么说？啊，这个攻速鞋就为了打你的小弟。站在侧边想给我一套，我就 A 是吧，我没有技能 A， 我硬刷 A， 啊，怎么说
不服，不服就吃蛋，拜托不要零连击。我有没有搞错，牛哥我有大把，我爱这，哎呀我呀呀呀呀我诱惑，行还行吧。哎他有大呀，这波完他没了。哦行，我服了。还是把鞋子换回来吧，等一下换 CD 鞋也行，法穿鞋也行，这应该随便玩了，对面已经溃不成军了，我来扫你了，接我一大，十二连击没有空大 A 中塔吧，他已经迷茫了，好吧。把野狼给我吧，给我吧。来，我们一起吃他们这个野嘛，野霸呀，我带了。他开大了，你别说你不帮我挡这一下。哎，我哎可以，谢谢你，好不好？感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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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扫他，我扫他，他回头硬吃猴哥刮痧，这一技能怎么都死了，牛魔 A 他再死一个啊，这东皇这么猛，放弃吧，他们这把已经没有戏了，怎么样塔外点塔磨得快不快，还是很有效果的吧，那又怎样呢，大刀一开你这次给我死，这是什么啊，你看着是有点刮，但打前排就是这个效果，他主要是扫后排疼，现在我这个伤害还没有那么炸裂，这猴子都敢过去打他，这不送吗，闪现没意义，阁下该如何应对，塔外点塔，牛哥 A 你两下不疼，牛哥反手接单，我一个单他被咬住了，好吧、哦、牛哥吃满吧，牛哥牛哥还是肉啊，就塔外点塔怎么说，你就让我点一下又不疼，嘿嘿，嘿嘿，嗯，哎，把塔点了呀，大家，你两下的事呀，我这个搁这吭哧吭哧点的，怎么个事儿啊？拿个蓝给我呗，算了，给他吧，我撤了。你要杀他吗？我只能给个一技能，帮他破个盾就行了。请求集合。怎么说？猴子已经迷了。那这一波不出个什么金色圣剑上去嘎嘎 A， 啥 A 的快呀？这个 A 的快吧。我来 A 人啦！一下，两下，卡紧的三下，四五，好吧，腹肌之枪给他做出来。哐哐一顿 A， 没拦就没拦，我电刀补起来。咋说？我开逐日之弓也没用啊，我们开逐日之弓 A 他们。哎，我在这里 A， 阁下如何应对？有点难受了，肯尼大招反手，哇哇哇哇，看着没伤害啊，看着没伤害，应该看清楚了吧，我就在这里 A， 有办法吗，
闪电匕首，吃口药。A A A， 一技能 ，A 牛牛牛牛，上去 A 猴猴猴猴，啊，怎么说？没有办法，就不能玩点正常英雄吗？哦，嬴政是要花钱买的吗？我都快忘记了，我以为大家都有嬴政啊。嗯，大家先玩我的号，不想切了。你这打的射手吧，玩的比较随便了，他们那个太崩了。被东皇带赢的，确实东皇是玩的不错，对吧？没意思，不输不看了。你为什么总是盼着我输呢？我输了我也很生气的呀，我沸腾啊。几点了？快十一点了，快十一点了，下播了吧？好吧，早点睡吧。明天节奏更好呗。明天周五，所有人更开心一点。你应该早点睡了，好吧？熬完明天就周末了，周末动漫就更新了，还放假了。周末，周五是个最激动人心的日子。我准备溜了，兄弟们。撤了啊，早点睡，明天见，兄弟们，拜拜。点播关注啊，点播关注，溜了啊，晚安，早点睡，拜拜。